汪浩大哥，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对，我曾经在节目上有谈过这个郭台铭跟韩国瑜的关系，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嘛。这个郭台铭是虎啊，犬是国台办的狗腿的意思嘛。那平阳就是国民党，虎落平阳被犬欺嘛。所以郭董一直是说旺旺绑架了韩国瑜，绑架了国民党，所以他说哎，韩国瑜应该远离旺中啊，不然的话成也中天，败也中天嘛。不过我看最近就网络上的报道不断的讲说郭台铭要跟柯文哲合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郭台铭来说，因为柯文哲也是被中天，也是被旺中绑架的一个人。那么你如果看柯文哲的那个台湾民众党，他里面的中央委员会和中评会的主要成员很多都是跟旺中有非常密切关系的，那柯文哲的两岸关系顾问三个人全部都是旺中集团派去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郭台铭为什么需要跟柯文哲合作，因为你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 Kingmaker 在背后操纵的国民党的这样一个框架，你如果再投入这个柯文哲那个框架，结果又是旺董在后面做 Kingmaker， 那不是这个搞了半天，你永远就像是旺董是一个如来佛，你郭董是一个这个孙悟空，永远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郭台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跟柯文哲合作。从现有的现实实力来看，他跟王金平的合作已经足够了。所有的民调都表现出同样的，就是说他跟王金平的合作拿到的民调的分数跟郭科佩几乎不相上下，没有差别。但是对于郭台铭和王金平有一个年龄的问题，就是说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应该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柯文哲还有下一次机会，对吧？对，他的年龄，柯文哲筹组政党，我认为他就在强化他下一次的胜率。对，胜率。对，但是这个郭是到下一次的话就差不多75岁了嘛，那王金平就更老了，快80岁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考虑还是蛮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是觉得他应该下决心就是选到底，自己出来跟王金平搭档就好了，不要跟柯文哲扯上关系，对他没有好处。可是如果柯文哲是他的友军侧翼也不坏啊。选举有些时候是这样嘛，不然你要选举敌人一堆你也很难选。我觉得他如果我不好意思，王大哥打断一下，假设如果他真的独立参选，那柯要主动帮他，对，反正他也不是他里面党内的一部分，对，他等于多一个，你自己要免费帮多一个派系，多一个侧翼啊，就算不是免费也没关系。对啊，而且如果假设啦，我说1月11号他真的选赢，我相信国民党应该比谁都急得想要把他赢回去。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更重要的是跟宋楚瑜合作了。因为这个那宋楚瑜又会回到你讲的问题，就有三个70岁的老先生。没有啊，但是宋楚瑜可以帮他，他们非常需要有人拉低平均年龄。没有，宋楚瑜可以帮他很快解决这个入场券的问题啊。这个也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为有了宋楚瑜这个入场券，就给了郭台铭2个月的多的时间来观察局势。对对对，如果没有观察局势的胜率，对，以及什么时间点出手胜率最高，对，不就是刚才那个王浩宇说的，如果他还有换注2.0的可能，他就等到换注。OK， 对吧？好，那如果2个月下来还没有的话，就跟宋楚瑜合作。进可攻，退可守。进可攻和退可守，他2个月以后出来选都来得及，对吧？然后以国际局势、香港局势来讲，2个月已经千变万化。2个月千变万化了。今天是8月9号，6月6号，香港100万人走上街头。
谁想得到两个月来香港是搞得像黎巴嫩，对、啊、搞得像叙利亚。所以假设未来两三个月中美的关系、国际的局势、香港的变化可能会有我们难以预测的变化，那这个也是一个争取到时间的方式。